剧《黑暗荣耀》自开播到结束，讨论度相当高，连带捧红剧中演员，其中饰演孙明悟的金建宇也备受关注。近日，金建宇接受采访时透露，托了《黑暗荣耀》的福，最近有很多人认出我，也会跟我拍照或要签名，确实感受到人气。去餐厅的话，还会收到招待，像是赠送没有点的菜品；去参鸡汤店的话，会额外在碗里放鲍鱼。而虽然金建宇时常演出恶角，但是私底下的他非常善良有力，可爱的反差感让他收获许多粉丝。另外，近日粉丝们发现金建宇与金宇彬长相神似，对此金建宇就表示，如果真的见到宇彬前辈的话，我想跟他说真的很抱歉，他可能不知道我被说跟他长得像，我先道歉。金宇彬前辈比我帅很多，但是被说长得像，虽然很感谢也很荣幸，但是我很抱歉。急忙道歉的样子让粉丝都笑翻了。